情，我不想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还不如去死啊。呀，姑娘，你怎么了？你说我一把年纪的，连个对象都没有，我不想活了，我不想活了。Oh no， 姑娘，你可别想不开，我可以帮助你哟。你谁呀？我就是爱神丘比特。你就是丘比特？耶耶耶！说人话！告诉你，就是因为你，老娘才找不着对象呢，你还有脸来？哎呀妈，姑娘脾气挺大是不？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是你幸运，遇上我呢，你想要什么样的男人，我都可以帮你找到。真的真的，那你先给我来一个成熟稳重的。No problem。快快快，看我的爱神之剑！巴拉巴拉正能量，沙罗沙罗，走你，走你。你干嘛给我找一老头啊？这都按你要求找的呀。大爷呀，您今年多大岁数了？我84了。成熟。大爷呀，您还能动一下不？孙子，我动不了啊。稳重，和你口味包喜欢不？喜欢喜欢。大爷，这天儿也不早了，您赶紧回家吧啊！哎，爷爷，您在家好好啊！哎呀，姓邱的啊，你说你给我找一老头来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是要找老公，我不是要找老爷。你不是要成熟稳重的吗？那你好歹给我找一个四肢灵活、带点幽默感的呀，这动都动不了这个。四肢灵活，还带点幽默感。知道 ，No problem， 看我的，巴拉巴拉沙罗沙罗，走你，啊 ，Lock， 我的老家，哎，就住在这个屯儿，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啊。那什么，问一下谁敢杵一下子 ？It's me。哎呀我的天哪，还能咋地？你听着，你我踹死你！我说踹死！我踹死！哎呀，这干啥啊你？你俩给我等着，你不按套路出牌。那什么玉田呀、啊？那什么你爹挨打了？你打得好！我说你姓邱的、哎。你是不是没事找事儿？你给我整这俩都什么玩意儿？这是我这俩哪个不是按你要求整的呀？可是我不喜欢这样的。哎呦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呀？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我只能射三支箭，还剩最后一支，你想清楚的告诉我。那你给我找一个全世界女人都喜欢的男人，都敏俊熙。没问题呀、啊。哎呀妈，你早说呀！看我的爱神之箭！别扒拉了，我来。拯救人类的奥特曼，奥特曼，我的都敏俊呢 ？I'm sorry， 都敏俊已经脱销了。奥特曼也很好啊，又是外星人，还可以保护你。讲解讲解。嗨，奥特曼，大怪兽，恐龙，快走！去！地球太危险了，快撤，兄弟！怎么了？我的头好痛。我的爱人，你
在哪里，我的爱人？山一哥哥，你爱我吗？小宝，山一哥哥，小宝，哎呀，控制，该谢幕了，谢幕。哎呦，还没演完呢。那什么，山一老师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个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哎、对啊，总的来说不错啊，掌声送给三位。我就不明白你哪一点像奥特曼呢？大家看他像不像那个《西游记》里面那虾兵蟹将？就是哎来了，就这个。神似。你哪像天使啊？啊！我的天哪，你简直就是小乳鸽吗？你这不是？啊！就是剑还当时就掰坏了。嗯。可是大家都说我可爱。谁说你可爱？好多人说。哎呦，别自己骗自己了，真的，有什么想不开的？对。但没有，但郑峰非常的可爱，非常的可爱，对。好，我们听听其他两位导师的意见。我觉得你们角色这三个人安排的挺好的啊、嗯，但是我觉得你变换了三个人物，我觉得最后的一个人物让我没有，本来我把最后的期待值看完第二以后提的特别高，但是快乐我已经收获到了。